哎，不会啊，我。Ryan！ 啊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差点死掉。怎么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我的剑爆掉了！吓到了！我的剑爆掉了！然后我被两只蜈蚣围殴。你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突然这样子大叫，哇！因为有两只蜈蚣围殴我。啊，不行了，我的心啊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吓死我了，突然出现。不是啊，我刚是说你那个 OBS 开那个，就是你录影的时候，你会看着 OBS 的画面吗？还是你会把它缩小到视窗？缩小啊。哦。因为我有时候会开着，我会看它有没有就是掉影格之类的啊，我是说实况、哦、实况的时候啦。哦，是哦，对对对，我都是把它缩小 ，OK， 不用理它。对啊，基本上我也是缩小啦，就是有时候可能画面那个啊或者干嘛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开看一下这样。画面那个就直接把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。那个那个我没有办法跟你心电感应。那个什么480p 或者 720p 啊，哦，画质啊，对，画质 quality， 对， quality。 哎，我有看到青金石了。青金石，对，又青又金又石，诶，好，等一下来把那个染颜色好了，把羊染一下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变成中了毒，哦，变中毒吗？这样我们养它好像有点危险，中毒了瑶，啊，我中毒了，你中毒了，你知道你中了什么毒吗？我中了什么毒？你就是中了毒。我以为你要问说，哎，那毒没事吧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来继续。我这样走真的超危险的，就是都没有在看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除非有事啦。有事我就会像刚一样。对啊，应该是没事的，除非有事啦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样讲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。是吗？是吗？好，目前挖矿都还好。对啊，挖矿还好啊。只要没事的话就没事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边又挖到一大片的碳了。有，我这次有讲碳，我没有讲煤炭。对，有碳。这里的碳叫做聪明碳。啊，聪明碳，为什么？因为很聪明。为什么他们很聪明？就是因为有火的时候它就会长，没火的时候它就不长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原来煤炭是用长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等一下来种个煤炭树好了。现在的树都没有碳啊。哦，都没有碳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吧，那等一下来种一个好不好？种个煤炭树这样子。要这样子吗？所以我们就要把树都烧光光的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木头不够用了。对。哎，我挖完了这边。所以种树了吗？我这边应该可以。可以的。应该吧。应该，好。Maybe, perhaps, yeah, yeah. 哎，这样子应该不错不错。哎，这里好像又是一个没来过的地方了。所以又要我帮忙了吗？我知道你下一句是说，我好像又要你帮忙了。没有啦，我有发现比较新的特别的地方，我就会叫你一起过来了。但是如果是一般地洞的话，我就自己走完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因为说不定你挖到那边地洞，你等一下自己晃一晃，也不知不觉走完了。对啊，这边地洞很多啊，毕竟本来就是一个地下城游戏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在地底下嘛。对啊，所以说不定。对，所以地洞可能真的很多很多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我
听到怪物的声音哎，啊，好接近哦。那一定是你朋友的声音。哦，我朋友吗？我朋友不就是你吗？你离我很远哎。欸，学哭光的声音，哭光的。哎，夸夸夸哭。夸夸夸。他是啊，一堆骨头的声音而已啊。我知道，我听到。我有听懂，我有听懂。那你会噼里啪啦的声音吗？来吧。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苦力怕没有声音啊。啊，对，很像哦。哎、欸，很像，超级像。嗯，这个是最像的。嗯，其实苦力怕是这样子啊。你说接近你的时候开始，对，然后就嘣，这是玩 Minecraft 里面最不喜欢听到的声音啦、啊。嗯，也是 啊， 啊，因为听到它就不好。对啊，所以你只要听到，往往都是爆炸。蜘蛛的声音是怎样的？蜘蛛不是也是死？哎哎，现场杀一只苦力怕给观众看。哇，那苦力怕啊，有事，有事哦，已经倒掉了。哎呦，你欺负苦力怕不行的耶！啊，那我等一下带苦力怕回去看你好了。你来跟他当朋友要 say 个 hi， 要 say 个 hi， 然后我就一刀砍死他，然后就说拜。你要你说遇到外国人吗？嗨拜。哎，也是啊。哎，我这里好了。好了吗？我这里好了，我又挖爆一把铁镐了。哦，那你继续做啊，因为我们铁超级的多的。好啊，真的不缺耶。对啊，很多很多，真的超级多。尤其是我只要从地洞一回来，哇，又一堆啦，用都用不完。嗯，没错没错。对啊，我在这边，我做一下石阶梯好。好啊，不然的话上下不方便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我这边也差不多。哎，没有，还有地方没去。奇怪的是这一集好像这样子探索没有遇到什么怪。应该是因为那些怪都怕我了，去吃屎了。没有，哎，喂，不是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他们都去吃屎啊，吃啥宵夜？哦，吃宵夜，对对，也是开头。哎、欸，别误会，别误会。宵夜的广东话要怎么讲？宵夜，宵夜。哦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哎，超标准。那你要听台语吗？要。台语叫宵鸭。然后烧鸭，嘿，对，我还以为是烧鸭，烧好吃好吃，烧鸭又是另一回事啊。那是烤鸭子，对，烤鸭子，超级好吃的，除非不好吃。哦，你们那边叫烧鸭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也是叫烤鸭。这里是手扒鸡，下。烧鸭呀，所以还是烧鸭嘛。你绕了一大圈想回来，哎，烧鸭，对，烧鸭，烧鸭，烧鸭，烧窑，烧，哎，不要不要，会痛会痛。有看到僵尸了，有看到僵尸了，这应该就是刚那一只吧？啊，僵尸有事吗？有有有，都有事。哎，他终于有事了，他的肉已经被我切下来了。哇、哦，你欺负他？你这么想跟怪物当朋友吗？不要啦，还是还是会怕哦。啊，会。哎、欸，到了。哎、欸，那你们那边有那个吗？手扒鸡吗？有。哦，你们叫手扒鸡。我们这里应该不是叫手扒鸡，应该你是说用手然后把它的肉撕开那样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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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点很多的那些芝麻下去什么的。芝麻、哦？对。你说沾酱吗？不会，我不喜欢，所以就没有。
哦，我们这边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靠近好吃的，会戴着手套，然后剥那个对啊烤鸡的肉是啊。哦，所以那你们也叫手扒鸡吗？还是不是？啊，手撕鸡。手撕鸡。就直接很直接手撕鸡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要撕开啊。哦，我们叫扒啊，我们叫扒，好像小偷，小偷不是叫扒手吗？对，手扒。手扒鸡。手扒。手扒。我要把窑撕开。哎，这样好像怪怪的了。啊，这边有钻石，可是我为什么挖不到？钻石有事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挖不到钻石啊，因为我没有铁镐，然后身上也没有工作台可以做熔炉出来。哇，糟糕啦！偷偷记一下这边位置好了，113204174，我这里好了啊，我这里好了，113204174，不要打我！我在打坐标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后面有怪物在打我。我听到我这里有 zombie。有我这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哦。哎，你时间已经做好了，好快哦。好，那目前应该是还 OK。我等一下要来做一点铁镐，我要做多把一点的啦，这样子去那个地洞里面才比较有十足的那个十足的空间，还有时间可以挖那些钻石。对啊，对啊。多做几把好了，三把不算奢侈。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七把了耶。哎，对，你看，我这边还有54个铁，你看又带回来继续烧，超级的多啊，根本就不缺啊，用不完啊，对啊，这样不算奢侈，好不好哈？铁挖回来就要用啊。对，我阿妈跟我说，该用就要用。对啊，不该用的也要用啊。不该用的是什么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想到什么？没有，想不到，一时想不到。好，我来让牛繁殖。其实我觉得繁殖差不多就可以把它们抓来吃了，吃饱饱，睡饱饱。哎，不对，我们要工作，这边工作量大，睡不饱。睡不饱，不可以睡觉。我们。对啊。只能继续的工作。好，来繁殖牛。我觉得我之后的那几集都是在看着我在一直在挖石头。没关系啦，那个可以快转或剪掉都 OK、啊。快转，然后剪掉，然后只剩下两分钟。只剩下两分钟在玩创世者了，然后剩下都在挖石头。只看到一开始，还有结尾，然后就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然后就拜拜。Hi， bye。 哎，对，这样子就没了。哎，我想一下。好、哦。我差不多做好了。所以那边可以种树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就下去放泥土。好，那我先砍树好了。等一下树苗掉下来，你就直接捡走这样。对，你等一下就下来吧。好。哦，你说我去帮你一起种树这样。我听到这里一直有很大的怪物声。哎，对。啊，那你要不要左右挖开看看？不要，因为我旁边就是一个洞啊，我知道有啊。哦，你说那个裂谷那边。但是怪这些没关系啊，过了不知道多久就会自己消失。哦，怪物会消失哦。对啊，自己会消失的啊。哎，我们不在这里的话，它就会消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所以不怕。那我们不要常待在那里好了。对。OK。OK 的 ，OK 的。好，我这边先把木头都打一打，然后等一下，等它掉树苗这样子。你那边有需要木头吗？木头吗？对。不用。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差一颗，等我一。哎，这里有，刚刚好。好，我要去我刚那个地方把我属于我的钻石拿回来啦。好，加油。九楼。好，有看到。不要 GG 哦。不会，放心。
好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啊，为了美观，我觉得我烧一点石头好。好啊。哎，真的，刚刚追我那只僵尸不见了。哇，这里好多树苗耶。因为我把它全部打掉了，所以它等一下应该会掉蛮多下来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对对对。哦，这边。哎，还有钻石吗？好像没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看下要做些什么呢？会不会到最后我们也是钻石跟铁一样多啊？不可能吧？这样我们就发财啦！就到时候拿什么？我们有那个幸运的港。哦，对，就到时候拿什么都用钻石来做。然后那样子的话，应该就钻石比铁会多了。嗯，钻石农田，钻石农场。对对对对，钻石动物，哦，钻石动物听起来超可怕的啦，就一整个是重金属污染啊，好恐怖耶！确定要这样子吗？哎，真的，要坏掉了，要你才坏掉了啦！你都一直问我，你都一直问我那个怪物有没有事？你坏掉了，你坏掉了，要坏掉了。这边满满都是岩浆，我可能。不小心被岩浆烧到头壳，有点温度高。哦，嗯，那还好吧。我以为你要讲什么，就你讲那还好吧。看下这，哇，好烫哦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这里岩浆怎么那么多啊？嗯，哎呦，红石也很多哎。红石，对啊对啊对啊，红石。那红石可以干嘛？到时候来做点好玩的好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。红石做红石的东西。我知道。可是我就是不会做。红石这种东西还是慢慢来。研究过才会做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像听到蜘蛛的声音。来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哎，别急着走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